跟住祖先啦，喺佢兩旁咧揀一個自己中意嘅位，有啲皇帝坐嘅，就喺最鬼皇帝就揼嘅神武行道啦。嗰啲樹喺度，呢棵樹咧俾啲馬騮仔企上去，影相有成10多人企上去，佢哋呢棵松樹彎咗，就嚟瞓多啦。 用嗰啲鋼筋石屎做咗呢個假樹，咁一托住佢，再整支撐住佢，咪咧佢就瞓低咗。所以呢啲樹，嗰啲真絲、蠶絲，成個頭咁樣嘅短嘅，好多嘢包成佢，真係好多好多嘢。 是那个皇帝，那个皇帝叫做万寿，万寿皇帝。那个皇帝叫做万寿。来，搬走，去哪儿？啊，医院那边。